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玉玲。我手上拿着的呢，就是 Moss 最新推出的 G7 无线吸尘机。那这一款吸尘机的设计呢，是我之前从来没有用过的，因为它是双头的，可以双倍吸尘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开箱和组装，看看它是怎么样的。打开了之后呢，它就会有三个盒子，里面有主机、延长杆、双吸头地刷、收纳夹、一颗电池、充电线、电动除螨刷、缝隙清洁刷，还有二合一清洁刷，组装起来可以用成四合一的样子。它这个雾面白的设计真的超美，而且打开了之后呢，它前面会有亮灯，这样颜值的吸尘机随便摆在客厅都很美观，完全不会很突兀。这台吸尘机最吸引我的卖点就是它有这个双吸头的设计，像我每次用吸尘机的话呢，都会来回推个两到三次，但是有了这台之后呢，只需要推着顺顺走，前后吸口同时吸尘，就可以双倍提高清洁效率啦。而且组装好了之后呢，它的净重只有差不多2kg， 大人小孩老人用起来都完全不费力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它的使用细节。 Moss G7 的吸力是有2万帕，有两档吸力可调节，它配置了多项软绒毛滚筒吸头，吸头底下有四颗可以360度转动的滑轮，可以根据家里的格局，无论前后打直或是兜圈，都可以吸得到灰尘，轻松绕过障碍物。它的净重只有差不多2kg， 对于比较娇小的使用者，就算要举起来使用，单手操控也不太吃力。G7 续航能力可以长达35分钟，电池是可拆卸的，在没有电的情况下，只需要把电池拿去充电就可以了，这点非常方便。还有四种吸口可以交替使用，二合一清洁刷、缝隙清洁刷，还有电动除螨刷。Moss 吸尘器的电动除螨刷我超级喜欢，因为它的刷子是会转动的，只需要贴着走，它就会拍动床褥的灰尘或是尘螨，很轻松就可以把床吸得很干净，不需要弄脏手就可以把尘盒清理干净，只需要按下这个按键，尘盒就可以打开到灰尘啦。收纳方面，只需要把收纳夹贴在墙上，就可以把吸尘器和所有的吸头插上，看起来就很美观啦。OK， 总结，这台 Moss G7 的双头吸尘功能真的很强，可以双倍清洁灰尘之余呢，还可以360度转动，轻松绕过障碍物，而且它的设计呢非常简约好看。价格方面，原价一台是1059，现在购买的话呢，优惠价只需要419块钱，而且加多60块就可以获得这个电动除螨刷，还可以免利息付款3个月，还有1年的保价。如果你家是有很多边边角角，或者是想要找一台很灵活又可以双倍清洁的吸尘器的话，这台 Moss G7 真的很值得入手。想要了解更多，可以到他们的网站 moss.my 去查看哦。赶快去下单，拜拜。